这是韩国选手朴智庄。就这样摆倒立，同时会换成手倒立。啊，帕克空翻，这个帕克空翻也叫玫瑰空翻，因为这个运动这个动作是朝鲜运动员首创的一个动作。这个运动员有很好听的名字叫黄玫瑰，所以叫玫瑰空翻。那么这个朝鲜运动员是估计姓朴，所以叫帕克空翻，实际上是一个动作，大快转的180。好的，并且马尔卡勒波腾跃，但是这个过杠的时候有点斜，这要扣分了。直抵空翻两周项，确实没有能够掌控好。高低杠得分是13.4，他的起评分是5.4。那在之前我们曾经向观众朋友们介绍过，我们的两位选手都达到了7分以上。对。这是韩国选手朴银钦，他从低杠上确实上后摆成手倒立，然后是一个并腿的套腿换物的高杠，大花转的180。啊，马上这个前空翻抓杠，这是0.4的难度价值的这个全身摆倒立。哦，这两个动作都要扣分了。马上这个高杠旋转前摆杠尖直体后空翻，同时回换转的180。大家注意，这两个换杠动作是不同的，如果换杠动作一样的话，重复不承认难度还扣掉0.3。后肢两周项，这是施施诺娃在23年以前欧洲九名赛上首先做的一个动作，但是没李百炼从奥运会世锦赛，哦，高亮得分12.775，他已经胸有成竹到极高的程度。对，好，来看看新加坡选手这套动作，身上摆倒立，身上摆倒立动作完全是不错。我们一定要重视对这类基本动作的重视，因为身上摆倒立这动作如果超过要到达倒立位置超过10度，那么难度就没有了。有的人会说这个难度没有就算了，因为这个动作难度本然就不高，但是如果你超过30度，超过45度就要扣0.3、0.1，另外一个放浪不够扣分，幅度不够也扣分，像这类动作难度经常会出现，那么就反复扣分。实际上这类动作做得不好，对整个一套动作在不停的惋惜。12.3。好，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黄优爽的这套高低杠动作。黄优爽是助跑挺身跃起并腿推手跃低杠高杠悬垂，大花转的180，有必要单臂反套转体360，马上这个反握大花转体540度，加一个0.1.2，大花转体880成扭臂握，臂式转体反握向前大环环的手倒立接着拳击单臂转体360，扭掏转体360，马上再去分腿前方抓杠，再加一个2.5，高杠悬垂前摆杠尖直体后空翻。现在达到4.1了，直顶后方两周下漂亮，4.1。黄秋爽得分15.825，确实低分7分，扣了1.175。这是日本选手鹤见宏子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中，尤其是大赛，我们会看到黄秋爽的身影。他从选择从低杠上确认上后摆成手倒立，擦杠回环到高杠，这是0.2，躯体腾身回环转体180度，接一个臂式转体，马上接分腿前空翻抓杠，这串是1.6，现在达到1.8了。啊，前摆转体180腾身成低杠手倒立，马上接一个正掏弧形摆动的高杠，再加一个0.8，啊，这是扭臂大环转体540度，加一个0.5，屈臂的，这要扣到0.3了。
后肢两周下啊，他已经减难度了，跟世界锦标赛动作不一样，这样呢他这套动作的难度价值递分28了。嗯，现在就是这样，你只要不到倒立位置就降速。对，刚才可能递分像您介绍的有两名裁判可能有点争议，对，最后统一为5.8，理论上6.0，但是呢他由于不到位的话降速，一降速就0.1没有了。来看一下日本选手田中理惠，啊，这是个沙普什尼科娃，这个不算他的无价值摆动，因为沙普什尼科娃类的动作允许这样。哎呀，他这个动作采用是蹬杠，这个弧形摆动的高杠，这脚啊没有踩到杠，接力没有接上，所以他就。就两杠之间最大的距离是1.8，杠0.0。我们再看一遍，其实他这个重心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还是有一点。他的发力点没有找好，本来这是个 B 组难度的动作，像这个正套回环的角度要求是非常高的，做了弗雷德里克。大翻转力180，分腿前杠抓杠，啊，又是前半转力180，同一成低杠手，这类动作它角度要求比较严。啊，他的后肢两周，啊，撒手的时间掌握得很好。对，田中理惠这套动作呢，因为他身材比较高大。这个四大满贯，他现在。准备向亚运会的这个高低杠打一冲击，它有7.1、7.4、7.2，哪一套？我们一起来看。啊，一倒手以后反握向前大翻的手，倒立接着拳击，单臂转体36，马上接一个倒立把手的纽约大翻转体36，一根转体180，接悬垂后摆分腿前弯的悬垂，他把四个动作连接价值做到最大化，9.65加进2.5分，反脚转体36。后板卡普西的后板，马上接一个高杠旋转前板杠尖直体后空翻，再加1.7，海上弧形摆动高杠，这个动作赔付率不计了。同时回环成手倒立，好的，反握大翻转了540度，漂亮！哇，他做了7.4。7.4递分的动作，他这套动作7.4是很漂亮的一套动作，而且他连得非常漂亮。哇，太完美了！套动作确实完成的不错，何可欣16.425，对，16.425，起评分递分7.4。何可欣真是为这个中国女子体操队又争得了一个很大的荣誉。对，而且他也是这个本场比赛第二个得分达到16分以上的选手。对。达亚，这是乌兹别克斯的选手达亚，大翻转力180成扭臂握，并腿前弯抓杠，踩杠回环成手倒立，这是 C 组难度。刚才是完成一个 D 组难度的动作。这要扣0.3的，这是无价值换杠动作。这套动作看着在后年面对的是新一轮的奥运会，我希望何可欣在2012年的奥运会上能够蝉联这块金牌。对此，我们充满信心。平衡木和自由式体操的比赛。